like my girls just like I like my honey. Sweet little selfish. I like my women like I like my money. Green little jealous. Cause I'm a beautiful wreck, a colorful mess, but I'm funny.Oh, I'm a heartbreak vet with a stone cold neck. Yeah, I'm charming. All the pretty girls in the world, but I'm in this space with you. Call it out the lines, I can't define. My fire was fake with you. Heart, it will stay with you. Fly great escapes with you. Oh.I count down to the clock, say away, and walk away. Or would you wait for me? I go out to the bar, fuck hanging with the stars. Don't even have a car, but you will wait for me.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吃一个巨多甜品的甜品特辑，算是。然后我今天我朋友也来了，掌声欢迎他。嗨，我把你名字打在这里吗？碎碎，打碎碎娘，可以、啊、看大家碎掉了碎。可以啊，可以啊，碎掉了碎。他叫碎碎，然后就，然后他在我视频里面之前都有出现过，然后这个视频和这个视频他都有出现过，然后我们就开始吃啦。嗯。然后有点尬，有没有？然后我们先来吃个毛巾卷嘛，感觉摆在这里好久了。是的。然后这毛巾卷，然后。刚刚我们其实尝了一口哦，它外面的那个拿这个，它外面那个抹茶粉，它外面那个抹茶粉有点苦的那种，但是里面的蛋糕是甜的，所以就比较综合掉。有点苦，然后有点甜的那种，是吧？然后这些东西全部是一个小姐姐她寄给我的。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简介上面，然后加他的微信就可以买到这些。然后你们去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简介栏，然后可以加他。然后现在有一个抽奖的小活动，小狐狸，然后有点尬，有没有？强尬。然后就是在我的评论区里面抽一个眼熟的宝宝，送毛巾卷或者是这个。千层蛋糕，你选了，你想吃什么？然后抽一个，就是两个当中选一个。然后还有在小姐姐的微信那边会抽一个人，也是送出这两个其中之一，或者是你们去加她的微信，然后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减3元，就这样。我们就正式开始吃了。然后我们喝的是这个什么优酸乳，是我们从那个超市买的。来，你的，我的。然后再吃一口这个吧，这个。然后再吃这个，应该是这个蓝莓千层，然后上面有这个，杏仁，应该是杏仁片吧，那种，然后会有那种脆脆的口感，然后下面就是巨多那个蓝莓酱，对上了吗？对上了。这个很好吃，它那个口感。私心觉得这个蓝莓的千层要比毛巾卷好吃，你觉得呢？它下面那个酱巨好吃，它就那种，我再给你们挖一下看一下，知道吧？蓝莓的这个酱你们看到了吗？这个酱巨好吃，而且不是很特别甜的那种酱，然后你奶油，你用哪个？我用这个吧，感觉我们勺子一直在互用。这个千层很好吃哎，它底下有面包，上面有面包。然后它有那个奶油，奶油不是特别甜、特别腻的那种奶油哦。然后还有吃这个芝心面包，中间是有夹心的。应该照到了。它中间是有这种芒果和芝士混在一起的那种芒果芝士酱的那种。夹在中心，我们把脸遮起来，这样子的，里面有这种夹心，那真的很好吃哎。
你吃一下，你就那个中间那个芝心，那个有夹心的部分很好吃。现在我们就属于在那个什么幸福的海洋里遨游，全是甜品，嗯，是吧？嗯，有一点芒果味，然后芝士的那种味道。我们来吃一下这个，这个里面巨多坚果哎，我从来没见过有麦片里面有那么多坚果，这个比那个什么外那个叫什么波克比，日本那个麦片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不记得，反正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麦片，我觉得它这个里面的那个坚果，比它那个日本的那个里面坚果多多了耶。然后吃一下，里面真的巨多坚果。这很好吃，它里面又是很多坚果，你知道是吧？完全就是那种零食的感觉，但是如果配上那种酸奶泡的应该很好吃哈，里面坚果巨多，嗯，甜甜的，脆脆的，嗯，蛋黄酥，这已经被我撕开一遍，那一面这里面有个蛋黄哎，完整的，我跟你讲，我刚刚一块都没吃到，其实挺甜的，嗯。它里面有肉松、咸蛋黄，这还有麻薯哎，白色这个是麻薯哦。然后就是那种糯米糍那种，然后外面就是皮这样。嗯，有知道有麻薯的会比较好吃，你吃下，这边有麻薯。有麻薯是不是？感觉软一些、嗯、Q 那种。嗯，还有好多东西、啊。嗯，我最近看那个，不知道你看没？什么？创造101。我还没看。那太中毒了。这个视频的最后会有一个我唱这个歌的小彩蛋，你们可以留在最后去。刚刚我看了一遍，我那实在没忍住，我唱了一遍。而且我私下从来没听过那首歌，我就是看了那期节目而已。嗯，我就会唱，歌真的好洗脑啊！我还没看呢，我可以去看一下。咪咪咪哦，咪咪咪咪哦，我私下一遍都没有听过那首歌，我就是看那个节目，好中毒啊！一下就记住了，就感觉那种洗脑，洗脑一直洗一直洗那种。嗯，喝点这个，这个蛋黄酥有一点点甜，是带麻薯的。哎呦！然后要不吃一个这个肠吧，吃这个肠，这个是秘制滋味 Q 肠，然后拆开，就是这样的。来干杯。然后我点着你就那么有了。然后中间是有肉的，你吃了没？我吃了。它是那种有肉的口感的肠，不是那种面粉肠、嗯、不是那种带面粉的那种，它是有那种肉的口感，但是不知道真肉假肉，应该真肉吧。哎，这个很好吃，再来一个。你不觉得这个很好吃吗？有点像那个什么台湾烤肉肠那种，像不像？大肠包小肠。对对对，大小大肠包大肠包小肠里面的那种肠。安保姐姐摇摇头。哎呦，太倔强了哈。干杯！真的是一口，它是有一点甜甜的，完全不辣。完全不辣的那种，然后有一点点甜味的，不会很甜，然后有那种酒味。可以放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对，它有点那种有点酒味，有没有？有点啊、哦。然后先吃那个什么麻，这个有一个是麻辣，龙虾，香辣蟹尾，不是蟹尾，香辣虾尾。我把它剪开。哎，那个肠很好吃。嗯，你要吗？还想吃一个，那个肠真的很好吃哦。哇，朋友们，看看这个颜色，有点不得了啊！没不好，我直接用手吧。然后它是这样的，帮你帮吧。专业剥虾员，我想尝试用牙，但是好像并不行哎。哇，这个稍微有点辣哎。找个呀，哎，定焦。嗨，我现在对那个对焦已经。因为今天这个镜头离我们稍微有点远，怎么样？
这个还挺辣的呀，我感觉热了才好吃。嗯，它这个是凉的，你要不要再吃一个？再吃一个。你吃一个吧，我最近有点不能吃辣。最近朋友们，我最近上段时间得了肠胃炎，我天，就吃辣吃太多。我感觉买了这个可以放回去先炒一下，炒一下，然后还有那种啊，去那种什么春游啊什么的那种，就可以带那种辣辣的。我昨天晚上偷吃了一个这个布朗尼，布朗尼很好吃哎，而且它不甜的，就这个。昨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我就偷吃了一个。点一下吧，我现在这个上吧。这样的，这个很好吃，你可以先吃一下。它是有一点苦味的那种布朗尼，不是那种甜味的布朗尼。在相机背后自我解说一遍。我喜欢吃那种苦的。但是我对那种什么布朗尼我就有点害怕了，我怕太甜了。但是它这个是带苦味的那种，它里面有杏仁。对对对对对。而且很扎实，那个口感。嗯。好。它这个不是甜的那种，是土的，有点那种黑巧克力那种味道。真的，下油。下油。嗯。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我跟你讲，我今天录了 vlog。嗯。就在这个视频的下个视频，我就会放那个 vlog。你知道我早上其实已经醒了，但是我要把相机架起来，再重新回到被窝里面，再录一个才刚睡醒的样子，做作。对，然后录完之后，我就会站在相机里面看嘛，我看自己好不自然，好做作呀，好想看，突然间都给我放给我看一下。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拍那种刚起床的，怎么我自己拍那么作呀？我的天哪！你应该把相机放在边上，然后起梦梦梦的时候起来就给眯眼看。我跟你讲，那一段我可能不会放出来，有点太作了。等会儿给我看一下，等会儿给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吃一个这个吧，这个是那个蔓越莓的那个，蔓越莓的口味的那个蛋黄酥，它是红色的。红色。姜姜，哇哦，这视觉效果也没谁了吧？很好看。很好看，我有点想拍照了。拍吧。你拍吧，你那正好哪里有手机。吃着吃着又突然拍照了，他有点饱了，其实我也有点饱。嗯，它是有点蔓越莓的味道，有点那种是蔓越莓还是那种草莓的味道。你是觉得刚刚那种普通版的蛋黄酥好吃，还是这个好吃？这个我也觉得，它比没有这个腻。对，它这个没有普通版的那么甜，它这个就是。应该说是糖度没那么高，甜度没那么高，然后里面有那种淡淡的蔓越莓的味道，淡淡的，不是很重的，是淡淡的，哈哈，淡淡的忧伤。然后里面，但它里面没有麻薯，只有豆沙和那个，嗯，对，姐，我刚说哪？但它没那么甜啊，对，但它没那么甜。刚刚那个相机它一过热，它就会自己关掉。你这个比原味的好吃一点，我觉得。嗯嗯，这是那个黑巧软曲奇。哎，我觉得那个香肠好好吃，我现在心里还想着那个香肠，哎，心里还想着香肠。然后它是这种软的，你看，不是那种脆。这个口感有点让人难以形容啊，它是那种。因为我们知道里面有坚果，它里面有巧克力块，坚果和巧克力块，有点像那个趣多多，那个但是比趣多多软一些。对，比趣多多软，但是是那个趣多多那种口感，里面有巧克力豆啊，还有坚果，这个热量很高哎，这个一吃就感觉热量特别高的那种。嗯，里面真的有巧克力块，一直在吃巧克力的感觉。这个巧克力。不甜，对，这个又是，我觉得现在做甜品，我正想给做甜品的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做的太甜了。这个和布朗尼，你喜欢吃哪个？布朗尼，嗯，布朗尼那个确实很好吃。嗯，我又回来了啊，哎，这个肉肠好好吃啊，
这肉糖我一定还会自己去买的。它肉糖，它不是那种，不是超市卖的那种 QQ 的糖，它是那种有肉口感的糖。再吃一个，还有几个？还有不知道，我们一共吃几个？还有三个。你们一共吃几个？不知道哎，挺好吃的。我跟你讲，有点停不下来。一人吃了三个吧？嗯，应该差不多吧。这个肉肠太好吃了。默默的偷偷的。来的时候买辣条，没了。楼下买辣条。哎，这个辣条蛮好吃。这个蓝莓的很好吃的。表演吃辣条。今天我们晚上就去吃那个寿喜锅，那个据说特别好吃，但是它先是蘸那个鸡蛋液的，我不知道我受不受了。你不想蘸就不蘸嘛。嗯，先试吃呗，因为我觉得那么烫的东西放在鸡蛋液里面，应该鸡蛋差不多都熟了，就算不熟也半熟了，半熟的你就可以吃了。是，我也想要你。我这个就给你了，我这个就不给你了。为什么还有两个？一不吃。嗯，还有，还有四个，还有四个，想逃过我的手心，躲在下面不让我们发现。嗯啊，还有吗？家还有其他口味吗？有，有微，还有辣的，加辣的。它是八日现做的，保质期有十五天。你来说一下，今天你最喜欢吃的是啥？哦，还有一个没吃。咸蛋黄麦芽饼，现在是咸蛋黄。咸蛋黄麦芽饼，其实我们是吃过饭的，所以才吃了一些，没有吃完。嗯，因为我们想把它当成那种下午茶嘛。现在才，对，差不多。嗯，差不多。我就拿两个啊，咱们一人一个。嗯。哦，它中间是麦芽糖。嗯，这种麦芽糖中间好硬啊。嗯，有点像那个牛轧饼那种感觉。牛轧饼是咸的。嗯，有点像牛轧饼那个口感，但是这个是甜的。你这个镜头老是歪呀。嗯，这个其实还可以。这个不腻。嗯，这个不腻，这个其实都没什么甜味的，它就是那种麦芽糖清清清清淡淡的那种小甜味那种。这可以放在那个下午，就是在办公室下午的时候，有时没事吃点。嗯，我从上到尾就用这两个手指。你说一下什么最好吃？你喜欢的？我喜欢的，嗯，布朗尼。布朗尼。嗯，我喜欢那种巧克力苦苦的。嗯。第二个，第二个有点考试访问，有没有？第二个。嗯，你把小肉肠忘了吗？这个。小肉肠。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千层很好吃？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吃，第一名我是给他。哎，那你就选这个。然后怎么那个毛巾卷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毛巾卷，毛巾卷其实就是那种，你有没有吃过那种芒果班戟？吃过，就那种哦。我突然想到了芒果班戟，然后撒上粉的那种感。但我觉得这个很好吃，这个奶油，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很腻很腻的，它不是那种，不是蛋糕店用做蛋糕的那种奶油。嗯，它是那种，那种叫什么奶油来着？奶酪。淡奶油。蛋奶油好像也不是，这还是挺好吃的，下面有这种蓝莓，挺中和的。嗯，蓝莓中和那个甜味。对，嗯，我吃到蓝莓果肉了，它里面是有那种果肉的，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搓这一坨。你要不要吃一个？吃下面这个，还有一点果酱的，是不是有果肉？嗯，有果肉的。嗯，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哎，可能前面，嗯，这个不腻，这个真的很好吃。嗯，主要是前后面吃这个，这个太早吃了。嗯，所以后面那几个甜味盖住它。然后还有什么？其实那个蛋黄酥也蛮好吃的，蔓越莓蛋黄。蔓越莓的。嗯，还有一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还没拆呢，拆来看一下。哇，这个恐怕又要拍个那个，这样子也太好看了吧！这个我来试了，他有点实在吃不下了。吃一下这个蛋黄，嗯，这个
个没有蔓越莓的好吃。蔓越莓的好吃点。蔓越莓的好吃，蔓越莓。凭什么？蔓越莓那个是真的很好吃。它凭什么？妈呀，抓宝宝了。然后我们这期就这样了。如果大家对我刚吃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在那个简介里面去加那个小姐姐微信，然后我评论会抽一个人，还有小姐姐的微信那边也会抽一个人，或者你们去买就可以直接减3块钱，除了布朗尼那个。然后我们这期就这样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我的小彩蛋，唱歌的，好吧。然后下一个视频是一个 vlog， 会有点尴尬的 vlog。 然后我们这期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吧。哦，喜欢我的话记得关注我，然后给我投币点赞。哦对，我就这样，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Hello, hello, hey， 请给我舞台。Hello, hello, hey， 成败都可爱。Oh, hey, hey, baby， 有你我不怕阻拦。梦的最佳位置，因为有你偏爱，有你偏爱。我的梦境等你唤醒，这美丽将要因你亮起，无可取代。 I am the one you love， Baby you won't pick me out， 喊着我的名字，嘿嘿嘿嘿。每个舞步是幻想，把你影子踩，狗笑只答应约定一起闯关，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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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跟你交换，一起创造骄傲的女孩。Bing me bing me out， Bing me bing me out， Bing me bing me out， 你越喜爱我越可爱。Bing me bing me out， Bing me bing me out，拼命拼命要，你越喜爱我越可爱。